请您欣赏相声《分河吧》，表演者金玉兰、朱鹤松合体。谢谢啊，感谢谢谢大家伙热情的掌声啊！弄他，哎，加油！看我的话太硬核了啊！谢谢各位吧啊！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真是啊，好多人也都认识啊。啊，那个我的名字叫金鹤兰，这是我搭档朱鹤松，是的，合作也不少年了啊。好多朋友现在来我们这个天津德云社呀，尤其在我这个特殊的队伍当中，看他的居多。您这是夸奖我了，这给您夸奖，还是实话实说，他过来这么说话，说实在话，有时候我在后台我坐着，我都觉得我跟前面这些演员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掰饶起来。对啊，主要都是看人家来，就是羞臊我，对吗？不是羞臊，我绝对是捧您的，担当不起。您这谦虚的，那我可担当不起啊！对，您现在艺术造诣太高了。没有，干嘛那我有艺术吗？我，你还有多高的艺？没有，咱就是努力说传统相声就行。你跟传统，你跟传统俩字不挨着啊？不挨着吗？你说的顶多就算个相声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这是对我的认可，谢谢。哎呀，相声人最幸福的答案了，这是。是是是。现在你这个表演方式是再能努力，脱口秀有你一席之地。不管什么艺术形式，能逗笑家乡父老朱鹤松，知足了，谢谢。上升的维度又不一样。哎呀，只要观众高兴，打个醉拳也无所谓嘛。什么都能来，你这演员了不得，你点有高到好比浪涛嘛。真是啊，好多朋友喜欢那种状，谢谢朋友们，谢谢那种家乡父老的厚爱。其实你这后台演员这都是天津的，哎，都是对大部分吧。后台这几对演员们大部分都是天津孩子，没错。因为这回呢，我们这个特殊队伍哦，因为特殊时期，嗯，就是天津这啊演员呢，就是你们聚一块演吧，是啊，都聚过来了，好多都压根都不是本队啊，就是临时合作。但是你有时候头一场来的，第一次听的朋友看不出来，哎，也没有那种感觉，就证明人家合作都相当好。嗯，对吧？你包括人家有那个常来的，更喜欢他这种状，就没什么状，因为他的表演每天都会有新鲜感，真的。他不像别的演员，像我们这个演员，固守成规哦，天天表演这个状态，换汤不换药，根本不想把观众逗笑。我不会，不会。对吧，尤其这二年跟你合作以后，我对相声越来越不会。真是就是无招胜有招。因为我觉得咱俩哥俩这种合作呀，嗯，我这个位置混谁都不能这么讲话，真的换二一个非得抽我。你有这个认识就是好的。我不能这么想啊，他自己想的真是。不能那么想，我就落了一个脾气好。不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脾气好，你动手打不过我。对你别的演员来说吧，他这个心理活动啊是不一样，咱们心跟我心态，哎，他这个人心里就是不老活动的。因为咱知道啊，在一相声这个方面，咱确实差，谦逊，这就是过分的谦逊，等于骄横，哎。真是实话实说的，这是吗？在相声这个领域当中，咱确实啊什么都不是哦，对吧？你跟前面那些演员我都比不了，是吧？这就不是您的帮助，哎，压根不可能这个时间段上台。这是您说我这个时间段上台没有什么可骄傲的。按照我自己的个人能力啊，我那个上台时间绝对是在七点半，那才好呢，下班早早就回家了。我还得早来的呢，那点儿。对呀，对吧？你还早来不早走，是，但是你要有那个能力，天天不走啊，后台得多听多学习啊，得多听一会儿。对了，为什么我天天早来呀？为什么呀？在后边得听着。哎，他喜欢听相声迷呀，他是。我都买张票了。说两句话，后来我成观众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听啊？我得去学习别人的表演技法。真是谦逊的好学生。是没有别的词儿的吗？对，我是什么呀？
集那个众家之所长。哦，因为每个人的表演方法是不一样的，都得借鉴过来学习过来，为了好应对于你。哦，这是一个有心的相声演员，我们没有想到啊。是，我也没有想到金二爷你怎么这样啊。这么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好嘛，你真是越来越好。现在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再不努力的话啊，耽误你。不能这么讲话，不是耽误您，不能这么讲话，拖您后腿。马杰哪个字是马杰？暗含着骂我对吗？我可听出来了啊。你听出什么来？拖我的后腿。我是什么样？我说我有后腿。别来这套，我也懂你们相声。对，我都这么说嘛。别来这套，还拖累你了，我都拖你后腿了。都这么说。相声演员的劣根性让你暴露无遗啊！我拖累你的后腿是那么动物才有四条腿才分前后了吗？拖您前腿，这不礼貌。拖你哪条腿？人的两腿分左腿右腿，你选一条行吗？不是这好听吗？对，我别耽误您了，后来我拖了您左腿。可以呀、啊，这是人话吗？这个，这是啊，你相声就讲究这个逻辑性嘛，不能说糊涂相声啊。你不跟你表演，真是糊涂相声，好比是钝刀子杀人，刺儿刺儿的，拉肉皮儿啊。就你这小语言，你都真是拖怕拖哪条腿说吧，咱我怕拖你两条腿。哦，我怕就完全摔那儿了。不是怕拖累您，哎呦，对不对？让您的艺术更好。哎呦，对不？我也得努力。哎，是人类就要努力。但是相声这行业吧，它就不像别的，你技术工种哦，对吗？你熟能生巧，干了三五年以后，其实都一样的。嗯，这个活都能来，也不是这个。相声不是这样的。对吧？你进门是分早晚，这得到没有先后。没错，没错。有的那个演员他很聪明，嗯，可能学个你可能学一年，哎，就相当优秀了。有的那个天资比较愚笨的，你像我这种的，对吧？可能干了十来年，可能还不行，就属于比较笨。不能这么讲话。对吧？我就认为我就属于在相声领域当中比较废，相声界的小呆瓜。可以这么说，我这傻子那么可爱，还得带头来忙，稍微差一点，哎，跟您这方面确实比不了，我也不行。对，你要换一个别人，啊、相当优秀的演员，啊、对吧？你台上不可能有这么多话，不行，早就制服你了。对，我就换上制服了。那完了，我更受不了了。等你要换别人，你看人李克彪，那咱师哥，人家跟你合作表演的时候，还把那么多废话。我也不跟他说这么多废话，我们不是一年龄段的呀。对，人家艺术能力也高啊。他一人尊重，他比我爸爸都大，我得尊重他呀。这么大呀，我也不能那么逗。那是老哥哥了。对呀，就说明什么呢？咱稍微逊色，真是谨慎。人毕竟相声来说，我属于什么？半路出家。那您出家之前是？在大悲院，大悲院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半路出家就不是一开始就学相声啊，跟你不一样，你是不是自小学的啊？对 对, 对，你这叫什么呀？啊，娃娃腿儿，娃娃腿儿。对了，证明我从娃娃的时候就有腿了。对，就你这两条腿呢，就我拖住的两条腿。哎，啊，你打娃娃时你就打小就学。谢谢谢谢。一干你现在来说得干了。二十多年，差不离吧，对吧？啊、再加上天赋异禀啊，业务能力越来越好，我还行是吧？对吧？你看我这个天资又愚笨啊，而且还是什么半路出家的哦，稍微就差一点，是不是没有得到？对了，哦，而且当然小的时候啊，嗯，我当然也不是说我认真学习了，上了文化课、正式考试啊，学习也不是这样。其实我小时候也做过学习。哦，是吗？要论着来说吧，啊，跟你能算半个同行。雅胡憨，对。什么？雅胡憨是什么？不半个同行吗？
那哑磨饭是什么？电饭啊，是吗？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别那么多废话。能是吗？黑白铁，螺丝，断桥而为。还什么兵啊？这几个行业跟哪个是跟你半个同行？半个同行吧，你怎么跟你算上半个同行了？你告诉我，这电焊跟相声怎么能论上半个同行？都是为人民服务嘛。跟各行各业都半个同行。对呀、啊，都是为人民服务，都是为这社会做贡献嘛。那门口卖饭的是不是跟你也算半个同行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同行这么多吗？那可不嘛。这么多朋友呢？对呀、啊，你是你到底是干什么？你老得放个同行，你得是艺术类吧？艺术？对呀、啊，芭蕾。你看看我这个腿像跳芭蕾的吗？跳芭蕾的腿呢？八个我都当不了，还芭蕾呢我、啊？艺术行当的艺术变脸儿，接近了。是吧？快变脸了啊！那再这块我就变脸了。哦、快接近耍牙，在飞机内耍牙，啊啊啊！要刷脸了，还比较常见啊。耍牙确实太少见了。对，这飞机这可不好来啊。是，咱们不好来的多吗？对呀、啊。我能来那个？您是什么呀？说呀。我是戏子。什么叫戏子呀？戏子是老年间对我们这行业的尊称。哦。这么句话说得好吧，嗯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说的就是咱们两个人呢。我是那个戏子，我是断桥驴。你不老表吗你？戏曲演员。别在这儿啊。打一杆子来个枣，前面死我半天了，到这儿给我来一个阿姨演员的头衔，戏曲演员，不是说什么人往这一站就是演员啊、这个词语对于我来说相当的神圣，但那不行。那您是艺术家？不要别跑跑，来，没理我。不好意思了，家乡父老朱和松失态了。你骂我骂我，失态了，笑啊！呀，啊，好，艺术家，你是这气氛组的是吗？不是气氛组，就是搞气氛的，挺好笑的，艺术家，艺术家有什么好笑的？挺好，很崇拜艺术家呀，很崇拜艺术家。艺术是唱什么的呀？唱戏，唱戏的艺术家啊。从业这个戏曲行当很多年了啊，打小做科学艺。不是，那您是唱什么的？刚聊完吗？唱戏的呀，戏曲这行当我从业了很多年。我的意思，你是唱什么的？唱戏的。戏曲这个领域当中呢，咱这就是我给你变换一种问法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是唱什么的呢？唱戏的呢？不是，你现在已经听不懂我说话，是吗？不是，我知道你是唱戏。那你问什么呀？咱们中国戏曲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，那几起戏种类那真是浩如烟海，多如繁星一般的。哪那么多词儿啊？你就说戏曲种类很多呀。您看您这个气质肯定是唱那个黄梅戏的吧。哦，我说错了，沪剧，上海的沪剧对吗？不是，西剧对不对？西剧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藏戏对吗？藏戏里面脑大了一个，给露个膀子了。这这哪来的？我见过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也不是这个。二人台，二人转，我知道了，是那个那个丹东那边那个朝鲜族的那帽子那个。
先生，你都说我们用啥呀？下回请用犬字来好不好？用犬字来代替这个。就你这犬狗来说，犬狗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都不是，都不是，那您不是这些曲有相对小一点儿。那要是我大的是南昆北弋东流西方。这个差不多，这个啊，这个相对而言前面这个大家也知道的更多一些，非常的了解。南昆，南方唱昆曲呀、啊，南方昆曲，对呀、啊，这个你行吗？我行啊，这你行啊？你我不行。哈哈哈！乐什么呀？老问出来，往我这破案来了。北弋，北方弋调高腔，还行吗？我行啊，我不行。东流，东边唱柳的腔，行吗？我行啊，我不行。西方，西边唱梆子腔，这你不行了吧？有尾拿手，断桥驴你会吗？哑巴汉，行行行，不是哑巴驴，你来哪个？耍牙。我就会的得多呀，相声演员的肚就好像一个仓买一样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就是小卖部。我包括在东北都没想过。这怎么想的？哈尔滨门口就有个仓买，哈尔滨的观众都不乐，还指着天津的海关。我就是唱梆子。梆子，河北梆子，哦，干嘛呀？哎呀，唱河北梆子的，崇拜我吗？啊，崇拜呀！哎呦，唱这个河北的梆子，哎，大点说，高学艺，而且这么说，门里出身，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家里有从事这个行业的。你们家还有唱河北梆子的？一家子都是唱河北梆子的。哎呦，竟然没有被团灭掉啊！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唱河北梆子需要灭门呢？不需要，一家子都是唱那个河北的梆子。为什么感觉你的语气好不善呢？这什么语气啊？瞧不起我们？我没有崇拜一家子唱河北梆子，这得是什么样的家呀？河北梆子家是吗？好啊，对你这个模样，你看倒霉模样，一下子河北梆子，这是崇拜我们吗？就是崇拜你呀、啊，在天津唱河北的梆子。怎么了？不让唱？为什么？什么叫为什么？你不说不让唱吗？谁说不让唱的？真是您这个人都撂牙就忘这个。撂牙？您说的吗？不让唱，我是在为什么？你说的吗？哦，在天津唱河北的梆子，我才问你的不让唱。为什么呀？没在这里教育我。我想问你的是为什么不让唱？我哪知道去？我们家也不是唱河北梆子的。我打河北去的，不让唱河北梆子。就是唱河北梆子。那天津曲艺之乡啊，各种曲艺形式很包容，什么都有，对吗？啊，所以说天津肯定让唱河北梆子。哦，让你唱河北梆子，那就唱啊，好啊，多新鲜呢！就你告诉我，还有这个领地吗？我不能说啊，还有领地吧？不是，还有这个唱这种的地方吗？当然有了啊，好多剧场呢，好多剧场。怎么了？河北梆在剧场唱也奇怪吗？不奇怪呀、啊。在哪唱啊？在哪唱啊？在哪调儿啊？在哪不能唱？河北梆子戏的乐见的形式，观众们都喜欢，在哪唱不是唱，反正梆子唱了，舒服。但是我们唱那个唱戏，我们也有剧场，哦，也得在屋里唱，多新鲜呀！哦，怎么现在相声马路边演啊？不是，那也可以呀、啊。那过去老年间你要说撂地儿行了啊，现在我们都是大剧场，比这大得多，你这还多大？这也不挺大的，比大多得多，比这还得大，比这剧大多。
我说那你们得一米八乘两米吧得。没。一看就得双人床。来。不礼貌了。不礼貌了啊。我来双人床呢。再大点大床房了。请问你多大呀、啊、就你们这剧场啊都来到这个台。最起码啊大出六个。比这个剧场大出六个，至少得六个。那观众得坐马路对过去。六得六个这么摆呀、啊，不共享吧？这么摆，这剧场不就上马路了吗？说话就离不开床呢，真是！你下来行吗？你先下来。咱们是演员，你怎么离不开那个玩意儿呢？你演不了，我在床上待着。谁让你？我不给你台软和吗？哪个台软和？你告诉我什么台软和？咱这个台就很硬，你看多硬。这不正常台都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们爱星星软和点，有一个翻个跟头，什么掉下来不疼啊？我们是戏曲，有翻跟头吗？那也没有这么翻的，那都是二人转的，是来个下唱。啊、是你二人转行了，在那儿等着落电车，六个椅子把咱们跳下来了。那么您咱戏曲也很就是很瓷实那种，对，空翻呢，啊、哦。还放都行，从那个角放到那个角，属于那种椰棕的那种，是吧？但不是每个演员都会。哦，不是，我对我心，我赶紧说明白了，我怕你说我翻。那你有那个武行，打武行的。啊，武行，对，龙虎武师。哎，类似于那种。哎，人一说就说。类似于那种，对吗？比如那个好多的香港电影，有专门的跑龙套的。哎，对对对。一般什么是跑龙套？嗓子不行。哎。都是到那做科学的时候啊，先练那个，先练唱。如果说到那个有的男孩子嘛，该倒仓，哎，变声期，变声期换嗓子了啊。那个时期如果没弄好，嗯，哎呦，你要唱个正经角唱不了了怎么办呢？武行，哎，来点腰腿的功夫，哎，龙套啊，打锤、啊，对对对，给他们了，也不好来。那对对对对，下功夫。对呀、啊，对了，嗯，我们这都是唱正经角的，唱角的，在天津，在天津那个民间吧。在滨江道那儿唱，不是滨江道那个，不是道上唱啊啊！所以人家得过去观光车啊，对对对对，别挡人路啊！你要在屋里边唱，多新鲜呢！这大的那卖够了，哪啊？卖我旁边财神道，哈哈哈哈哈！这老好了，神道，对对对，再还往上点歌儿呗。往那边走，教堂。堂不行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内头吗？对呀、啊，内头方面。我走反了，我再调回来吧。庄园百花。对吗？这聊的就到了号外啊。庄园百花，庄园百花看过了。庄园百花还往那边走，再往前走一点，桃桃斜叶，对吗？你怎么这么喜欢这个？烤烙小豆饼官儿，对吧？是那个方角吗？对，旁边是麻。他就在是麻。再往前走，再往这儿，烤烙小豆，再往前走，正兴德那茶呀，对吗？八角那个，你认识人真多呀！你大
你看见了吗？哦，这还往下，天河城那边呢。对对，咱俩后边，天河城那边。哦，那个游剧场，侯抢鱼。小玩笑，侮辱我，行了，侮辱我，这是豪华巨大的那个天智能中心了。我去了，你都跑到哪里了？没了，又过去了，你到底在哪儿藏着呢？你藏哪儿？这么多大建筑都没有你的身影。你看我，你说这几个点，哪个适合唱戏？都挺大的，我不知道再有什么大建筑了呀。就在天河城边上有一个中国大戏院，没去过？中国大戏院去过呀，旁边有柏林豪泰。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那有一米八乘两米。你在那儿啊？对啊，对什么对？中国大戏院，中国大戏院，就在北京的边上。我没敢往那儿想，我不知道这中国大戏院还能唱河北梆子。怎么了？我怕我中国大戏院只能说相声。是不是？我害怕我说出来，您在中国大戏院唱河北梆子，我害怕人家告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还给他做广告了呢。小心蛇万年船呢。更有中国大戏院，中国大戏院了不得，那是艺术唱戏，艺术的至高殿堂了，可以称得上是。哎，对，很孤独啊。啊，哎，中国大戏院，我是那儿的头牌。哇哦！观众朋友们认可，是是是，我来看出来。当红。那我。38号。来了。就是我，就是您，就是我，不认识吧？不认识。我去那儿扫听扫听。我不老上那边去的，主要是。到那儿看看去啊，转转天河城门口啊，扫听扫听。到那中旁边那，对对啊，烤冷面，就一块问问去。陶陶心意也可以问问去。就问问认识兰兰吗？是吧？对对啊。哎，到那儿打听。打听打听。对的啊，很有名气，真的是吗？我那阵在那儿也很火。真的很火爆，也是角儿哦，正经的角儿，就相当于这穿底哦，意思一样，就是也是回家那么晚。看你老拿时间规定啊，角儿跟早晚没关系，能力就是你唱的好，对，呱呱，哎，你说没错啊，对，就是很优秀，本来就没错啊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到我们这儿瞧瞧去啊，瞧啥呀？看看去啊，看什么？对你相声艺术提高哦，学习想学习我们这个河北梆子。别上那儿学习去了，去哪儿啊？我咱今天这就最好的机会，咱从这儿您教教我学习学习，不多好？跟着。对呀，不耽误你演出吗？不耽误，我上中国大学找你学习，你那门口也没地儿停车，多麻烦。行，天河城里边啊，那不得花钱？我去哪儿不花钱？对。对，你到那儿你学习，你坐公交去啊，坐公交坐地铁这样下，那不行，那我得在那个国家医院那下，还得往回走了，就两步道，不行，太远了，太热了。咱们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，咱从这儿向您学习学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后台有一个 MP5， 里边都是河北梆子。MP5， 对呀、啊，你跟我不一样，我们 MP5 都是塞。MP5 干嘛的呀？就是听东西的，你别管了啊！就是我们听河北梆子，哎呀，河北梆子这个东西，我就唱的爱听，爱听，我可以称得上是河北梆子迷，梆子迷，挺好，好不好？继续努力吧。咱从这儿学一学，您挑一出戏，您给我指导指导，点不点不？哎呀，您啊，我挑戏，您挑吧。你这你要疯，你这是你要起飞呀、啊？那我分机了，往这一站，今儿得让我挑戏，我谁呀？你是艺术家，中国大戏院头牌当红，38号兰兰。我这么大的兰兰，往这一站，你让我挑戏，光河北梆子我会一万出了。那个河北梆子有一万出吗？会的多。那么河北梆子会一万零一出了，保多一出，想一出是一出。
保不齐身边一说哪处你没揪过。行行，那你什么意思呗？你挑，让我挑不就完了吗？你话到我嘴里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咱唱一首腔不好，这不好。咱们这个不行，咱们就哎，分合班怎么样？我就想知道前面那个怎么。不好就不要说出来了。分合班，这也是河北梆子代表曲目，好不好？好，咱分一分角色。我们那怎么着？都你的。不要。我不要。咱分一分角色。这样，您来一个柳银环怎么样？柳银环，柳银环。好，我来一个薛仁贵。薛仁贵，这俩有什么关系？夫妻两口子。我们有一个问题，不是当讲不当讲。快说。这个两口子，咱就这一会儿。对对对。下台就不认识。啊，废话，现在对。而且丑话我得说在前面。多丑。就像刘春山一样，要骂街对吗？里边没有床戏吧？也没有吻戏，你放心，这是神圣的舞台，我告诉你，没什么意思啊！你要放心，不能玩嘛呀？对呀，咱得学戏嘛。别瞎瞎。好嘞，咱们角色都分完了，太好了。您手里都往后搭个桌子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搭桌子。对，来呀，来吧。这个桌子，啊，行行，好好好，桌子拿完了，我去拿把椅子啊。我来，我去拿把椅子。我来，您去啊。不客气了。我，你去吧，拿椅子去。来，拿一把，拿一把那个折叠的椅子。放在哪里？放在这儿就行，放这儿就行。好，我给您介绍一下舞台的走位啊。桌子前面为前场，桌子后面为后场，这边是上场门，这边是下场门。这儿呢？前场。这儿呢？后场。这儿呢？上场门。那边下场门。这儿呢？后场。这儿上场门。这儿前场。这儿下场门。后场前场下场门上场前场。小呆瓜啊！行了，这老冒四个劲儿，我冒明白了，老四劲儿倒什么呢？我怕迷路了吗？不要紧张，没事啊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不是不是啊，对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咱一般唱戏是不是得那个穿着唱？没事，您也可以脱了。没事，你要嫌热也行。真的，你这种人思想太肮脏。真的，我拿你当朋友，你先憋着睡我吧，不行。没有了。拿到哪老这一阵，还可以光着唱，从来不台上没有。没事没事。多大的业障！不是你告诉我不得光着吗？什么叫这穿着唱？对，我唱戏不得穿着点吗？这我这个蓝天白云大海，比天赖云那吗？那行头啊！行头行啊，行行服咱这没有，就素身唱，就这大褂穿着这个长身。那我也找你了，你也画了什么角色了？一个男性角色，一个女性角色，大家容易混淆，都穿着大褂。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裳，马靠鞍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好吧，咱们唱的是分合班，不是猪猪侠。这长半天真多的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过去这个是古代戏啊，对吧？古代戏过去女人居家穿什么呀？得穿那肚兜。哦，穿那肚兜，这是那个兜兜啊。对，兜兜转转。哇，你看，哎，怎么的？这个兜兜还真是兜兜啊。
飘在大水窝里边。我一个女人，我居家欢度都得了聊他干嘛呀？家里来这么多客人，你拿着交朋友呢？你怎么想不起唱这首歌了？您剧情需要，真是你唱这首歌
的时候，我赵丽蓉和蔡明在我脑里面浮现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唱什么歌？这是我会唱这个，所以唱。不是唱这个呀？那我唱什么呀？不会呀、啊，没谱。倒霉母女，戳瞎你的眼睛。我谁呀？艺术家。中国大戏院头牌当红38号。来了。我多少的消费者你看见了？我这么大的兰兰，你就往这一站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跟你唱。会唱。会不早唱了吗？忘了。没忘。没忘唱啊。想不起来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忘了全忘了，想不起来，一点想不起来。你提醒我，我想起来。我给你提醒啊，头一句，我弟儿分河湾前去打雁，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。等会儿，二一句什么？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。二一句，天到了这般时，不见回还。对呀、啊，这点为什么不回来？对对对对，丢了吗？走丢了，走丢了就对了。星星点灯。这个屁呀！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啊！你别忘了啊！妈来，等你根儿等。
记着呢吗？熟熟像话吗？然后他前面就告诉你也不对，又来一遍，又来一遍。你这句话跟刚才前面那句话要连一块儿，真想抽死你。就是当你根上就这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来吧。迈。当你根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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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你根上，你当个啷当你根里根里根上。